哎，待会谁要帮忙下楼倒垃圾啊？不行，我功课很多，写不完。我也不行，明天演讲比赛，我要练习。哎呀，宁姑这么有才华，你要代表班上演讲啊？不是啦，我是啦啦队。啦啦队啊，正巧我这里有两个保特瓶，待会倒垃圾我教你几招。不用了啦。哎，你看这里还有回收餐盘呢，顺便教你转花碟。哎，走走走，垃圾车来了。哎呦，是啦啦队，又不是杂技团。哎，少啰嗦，快帮忙。吃点水果哦。哇，学校功课这么多啊。就是啊，你看联络簿上写的，数学两张，国语习作写实验，英文要背第八课。哇，学校当你们是写功课机器人啊，这么多作业。我还没说完呢，还有社会要考三张，自然课要准备。糟了。什么糟了？哎呀，是功课太多写不完了。不是啦，是明天自然课要带一只动物。我们家动物很多，带端端去啊。哎呦，端端怎么管得住，随地大小便怎么办？那简单啊，带你弟弟去了，还认得马桶，不会随地大小便。哎呦，正经一点，我自然课会被当掉了。我说你们学校也真是的，现在这么晚，是哪里给你弄只动物啊？阿宁姑，你平常养这么多昆虫，借一只给哥哥吧。哎呦，本来还有两只蚱蜢，上次带去学校玩，被老师没收，真的没货了。阿宁姑，又是你，我死定了。有飞蛾，不要动。我去拿杀虫剂。要活捉啊！哦，妈咪，晚借一下。我的餐桌，我的飞蛾。哎，摔倒的是我哎！哎呦，飞走了，快追啊！我这里有电蚊拍，要活捉了！快快，在这里！嘿，不可以，你没装电池，我是要打晕他。哎，这边，嘿，在这里，爷爷，我飞走了。端端，不能吃啊！哦哦。完了，我的作业啊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有一就有二，大家不要动，眼睛放亮一点，看谁会来造访。谁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孙子要回来，对猫过敏，这只猫可以寄放你们家两天吗？这么没问题。帅呆了，这只猫真可爱哎。咕叽，这么爱猫，真是好邻居啊。哈哈哈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哎。对。阿白，明天自然课是要上什么啊？为什么要准备一只动物？我看看联络簿。哦，是解剖学。解剖学？造孽啊！糟了！猫，猫跑了！快点，多多，又来了！快点，快追！这是我的猫。多多，不可以！阿力哥，我们准备开始吧！三来，阿林哥，哎呀，阿林哥又闯祸了耶！ Yeah! 今年最摇滚的亲子音乐剧，10月29、30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，一起来闯祸吧！啊呜！